没有100克啦，但是也有85克的电池，这就占机身重量的一大半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 A7CR 啦，哇塞，真的是超级轻，哇，飞起来，相机，哇塞，超级轻的相机。哇塞，盒子里面就这些嘞，就没有充电线，也没有充电的小方块，也没有充电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样子啦。然后，那我们就开箱结束，那我们接着就来插上电池使用，看看到底这台 A7CR 到底敢公允。哇塞，盒子里面就这样子嘞，它连充电线、充电器、充电座都没有，就是让你自己自生自灭的概念啦。反正我们接着就开始来使用一下这台 A7CR 到底用起来怎么样，然后有一些优缺点，我也会一并跟大家。